就是杀手锏啊，那么杀？对呀、啊，看得出吗？看得出来吧？蔡少芬都教我跳舞了，秀媛姐教我唱歌了。碰巧也落地，东京下雨，淋湿玻璃，收音机，你听见天际。那么热，地球外还有个你。当相遇还没到对的时机，夏天一去，要是冬季，七十一。那年夏天的风又围绕起来，这里那些故事经历过后才会变得所向披靡。是你告诉我想要爱人就先爱自己，那么就听我说，姐姐谢谢你。你是你的大雨落在我梦里，关于你的记忆刻在注定交错的纹理，开的双生火焰灵魂伴侣，无需定义跨越千里万里，信号灯为你亮起。梦回忆你头脑转不停，我街头散步偷偷喘口气，冷冷叹息，请你心里同时起，就像在一起。我偏爱看拉明戈的日记，一起从黑夜拉古典钢琴，不曾相遇，未曾熟悉，深呼吸，你会在哪里？秒针震动滴滴答，小小时差滴滴答，我早茶月光洒在你头发，平行的话滴滴答，即时交叉滴滴答，下个路口再见吧。这首歌他们能表达的这样子，我觉得已经不错了。不管你是演员出身还是主持人出身，你只要选了唱跳的歌，你就得必须得该有唱跳的样子。他们整个组的表现都很好。大家好，我们是乘风女子创业团队，我们的口号是专业团队加入我们值得信赖。
我是贾静雯。我是啊，蔡少芬，他少芬，我们是突破担当。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嘻哈担当。我怎么记得捏把汗？我是亚瑟西西。那我就是曾可妮。大家好，爱你们。我是我们团队的绝美担当，鼓励担当。我是朱鼓励，朱鼓励。我主要是负责鼓励每个姐姐发挥到自己最好的水平和最美的状态。耶，对。啊，因为这次有那个队长秀，那我会有一些经历在那边。那在这个队里面，那个猪猪真的是就是负起了队长的责任，还有可妮也负起了带着大家跳舞的责任。我真的特别感谢他们，还有姐姐们，他们做得很好，所以我专门买了礼物给他们。好，还有礼物啊？啊，大喇叭，这不是表情包吗？这个是那个蔡少芬的大喇叭，我们还有几个小喇叭。每天早上我们要用这个喊：起床了，练舞了，工作啦！大家投我们啦！因为这支队伍呢，属于在此间小考中获胜的联创队伍。因此他们也拥有一次亲友嘉宾的拉票特权。来了。我们请看大屏幕。艾达，我只要看到舞台上，我就觉得特别有活力，特别有朝气，就是那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让我觉得特别自豪。你跳舞那个，我就那种自信就特别感染我，你知道吗？为这点，观众都要为他投票加油，让他继续留在这个舞台上，给我们制造快乐，好不好？大家一定要支持艾达哦！谢谢。那你来不来啊，孙俪？加油！佳姐，娜姐，来。Who is that? Famous actor.这次看到佳姐的演出真的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艳，尤其是唱歌的部分，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她这一面，感觉这几次公演她真的下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以及苦功，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她。预祝各位姐姐们表演顺利，我在这边支持你们哦。谢谢。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鹤棣。Famous actor again。我来为娜姐的联盟打 call。 rap了。哎呦，娜姐能唱又能跳，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尘封2023，你一票我一票，给娜姐布满星空。谢谢，加油。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云龙。哎呀，好帅啊！可以为我加油。然后今天来为我的好朋友猪猪打 call， 看见你不管是在拍戏的现场还是在舞台上都是那么的全力以赴，特别为你感到高兴和开心。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多多支持猪猪姐姐和下一个路口所有的姐姐们，加油。大家好，我是杨少晴。多谢老板。老板。刘雅瑟虽然不是一个唱跳职业的歌手，但是他是有无限的可能。我在这里请大家支持乘风2023，支持下个路口见，支持刘雅瑟。现场所有的姐姐们还有浪花们，大家好，我是李宇春，春春。谢谢春春老师。哇哦！听说今天这个蔡少芬姐姐、贾静雯姐姐还有娜姐、曾可妮、猪猪和刘亚瑟姐姐呢，会演唱我的《下个路口见》，希望大家可以享受舞台，让我们一起加油！加油！哎呦，你们这个拉票的嘉宾阵容太强大了。